兄弟们好，在下野外硬挺之王勇敢达林，今天又消费了啊，进城买了个大的店儿。铺在这个帐篷房车里面，这玩意儿耐冻柔软，而且防潮。缺了一块，不是我尺寸算错了，因为这玩意儿长度不固定，宽度就是固定的，量产出来就是2米的宽。它是儿童用的爬爬垫，少一条少一条吧，没关系。要是把这裁一条，也能塞过去。要不，咱们裁一条。还是裁了，裁完看着舒服多了。早上好，朋友们，我是勇敢大林。2023年的10月27号，今天还挺冷，带我妈去找事儿，买两个羊腿，给疯胖鸭一个，自个儿留一个，留了到户外去拉了茬儿，用铁炉子一煮，可老香了，小火慢炖，是不是？现在7:06，天一天比天冷啊，街上没什么人了，车也特别少。车都去哪儿了呢？车都放暖房子里了。阿林再坚持几天，也把车放暖房子里了。改装车库门大哥还正在忙着干别的活儿，今天我打电话问问他，希望他能早点过来给我改呀。我妈也不戴帽子，我戴上吧。我这不如我妈扛到哪儿，这就是杀羊的。大家伙儿想买羊肉就来早市吧，早市天天有新鲜杀羊的。走吧，拿一拿，你不是拿，你是不会拿，你吃早点吧，早点啥。疯胖鸭，你的羊腿啊，能买了，给你。哇、哦！然后你这个靴子跟八成不行，这个别嫌弃啊。我西，可是你咋哪弄来的？啊？哪弄来的？这是你嫂子穿过，但你别嫌弃啊。哇，我有。你看你这个鞋肯定，再说也不是女孩子穿的嘛，这是老头穿的嘛，老头乐。看你这个脚踝都露外面了。露外面，我哪里露外面了？林哥威武，林哥霸气。
刚把这个极寒小营地支不起来，大部队都要跑了。接下来可能剩的人就不多了，或许是我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我也得守着这片净土啊，兄弟们啊，因为我家是这儿的啊。他们我也是有家室。我说我家是本地的，我意思，因为我家是这儿的啊。别说话，我劈死你。因为我家是这儿的啊，我走不远，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去俄罗斯啊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给大伙看看啊，阿林这个小挂车，这是一台澳洲款的拖挂房车啊，很多人叫它帐篷车，无所谓了，叫啥都行，空间很大，大床，这是一个小客厅，上面铺了垫，铺了两层垫，又宣又保暖。这是之前给云朵做的那个柴暖车，被我拆了，现在变成半个仓了。这是我的柴火炉，这是我的桌子，我准备在这儿开一个烟道，从这儿出去。这里还有原车预留的柴暖机的口子。今天天气莫名其妙还回升了，这会儿的温度估计都不到零度，所以买来的羊腿可能挂在背阴处，挂在羊坡都怕晒得变味了。全世界在我心里面谁最好，肯定是狼哥呀。狼哥在出发之前给我们所有人在准备绊子，怕我们不够烧。狼哥，你要不是咱俩以兄弟相称，我想叫你一声义父。哎，我同意。我爸不同意。我能叫你老公吗？哎呦，我没意见。你有意见？哎，你看，等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奏乐。死人了！哎呀，我的清白没了，我的清白，哎呀，这下，这下你俩败火了啊，得劲了。太阳下山了，把灯点亮了，准备烧炉了。我这个帐篷篷布是一个墨绿色，特别吸光，一点都不反光，所以我感觉灯光不够，准备再网购一个大的吊灯。话不多说，先生炉子吧。我做个撑子，狼哥，行不行？把篷布撑开，这样一夹也可以。我们拉链有多紧拉多紧，越紧撑得越好。今天晚上可以安心在屋子里烧炉子了，走，现在去点火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我煮的不多啊，煮了两块，够我哥哥吃了。视频看到这儿估计要挨骂了，咋的阿林，咋不叫上小伙伴一起吃，自个儿吃独食啊？哎妈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哎，不解释了，懂得自然懂。晚上这顿饭对于做主播的很重要，都是一个很好的直播内容，大家伙稍微都煮一点有滋有味的菜，拍拍视频直直播，粉丝们看着也得劲儿。你说一圈人凑在一起都拿手机直播，都拿 GoPro 拍视频，你说这个怎么弄嘛？闲下来的中午，或者是说今天不开播，我们都会聚在一起，
哎呀，一起喝点八加一，工作就有工作状态啊，所以说希望大家理解啊。情况就这么情况，事情就这么个事情。他们不远万里跑到极寒漠河来体验生活，终究还是为了碎银几两，真的。所以说真正的关爱是不打扰，是尊重他们这个这种初心，好不好朋友们？来吧，阿丽也没啥才艺，给大伙表演一个炫羊肉吧。听说狼哥跟胖丫今天晚上吃的那个鱼30多斤，这么大，特别适合做剁椒鱼头，不信你们去他视频里看吧。要放50斤剁辣椒配这么小个鱼头，他们别说了，我吃我的吧，就这味儿啊、哦、大哥们，蘸口小酱汁，来口小腐乳，嗯，双赞双赞。羊肉吃完没吃饱，用羊汤又和了点面，最美不过人间十月天。烤着火炉听着歌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好了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到这儿了，喜欢的给阿林点赞评论加转发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